圈清流闺蜜贾静雯、高圆圆因出演电视剧《倚天屠龙记结缘》，虽然两人在剧中扮演情敌的角色，但在戏外交情相当好。后来的两三年内也合作了三部作品。贾静雯与高圆圆的交情就像亲姐妹一样亲密。当年贾静雯与前夫因争夺大女儿吴桐妹的抚养权闹得沸沸扬扬，高圆圆曾多次站出来为她发声。后来贾静雯与修杰楷再婚时，高圆圆虽然无法出席婚礼，但也不忘发文送上祝福，而且只要一有空就会飞到台湾去找贾静雯。日前两人合体登上时尚杂志封面，展现了完美的默契。其中一款造型是两人分别身穿黑白长裙，超完美的身材比例，在小露香间小秀性感，美得让网友忍不住直呼感谢两位仙女下凡拯救我们的眼睛，真的是太养眼啦。you